我安静时间念小半，一年可以落雪。呀，说完之后，我变红过的军装穿的个 T 恤吧。咁佢就用嗰个穿甲弹，射嘅有个二，靠得个十一啫，咁弱嘅。但相反，嗰个反战车个炮咧，靠得个十，四架阿伦丁靠得个十七。唔係，因為呢個嘢行得快，而且要換子彈，即係佢 reload 得快啦。但唯一一個缺點就係佢裝甲好弱，只要你側面俾人用嗰啲火箭炮射你扣時係一定嘅，即係十都十 BF1 嗰架火炮裝甲車一樣。如果你嘅嘢俾人射側面嘅話，即係我假設如果係個火炮裝甲車射火炮裝甲車。一炮係扣咗54嘅，甚至56嘅，我記得好清楚。但係如果好彩嘅，嗰炮會彈開做完之後玩，咁升個 level 443，咁咧喺一波 RIC 裏邊，我遇到一個外一個 hacker 叫做咩 EO 戰隊嘅，我一講起 EO 咧，你諗翻起 BF1 裏邊都係個 EO 都係出事噶，EO 係好出名嘅大怪戰隊啊嘛，中國大陸嘅，咁。E.O. 咁你話 B.F.1 上就話呢個 E.S.T 就呢個 hand 卡，即係呢個又出名我話戰隊啦咁。佢如好年頭嗰陣，佢唔係應該完美嗰陣咧，聽到人哋話 E.S.T 就退出戰地一，即係佢話佢同嗰 E.O. 嗰個公司就話合作唔到，跟住佢又講一句。我哋 GST 退出，但我哋光明唔會白白咁洗走我哋 EST 團隊開掛，跟住又話戰勝過無數人，唔知話 EST 收皮，但係冇諗過依家 BM 就係要呢個殺你。就 EO 就係點解 BF1 有咧，但係你話 BF 都有啲誇張，最尾個 operation 咧，我隊員隊四個 FORG，跟住一個咩 Barcook 呢個 Switch TV 咧，呢個咩 Webby 呢個支隊，中國唔係日本人嚟，呢個440，咁佢入咗嚟之後咧。即係一齊玩，唔係同佢敵對嘅。但係玩玩途中有一個 hacker 咩 XL2 戰隊入咗嚟，攞啲 Louis 嘅咁扮頭，然之後對面啲人瞬間咁走曬。多一句，佢封咗 hacker 一個禮拜之後，真係可以恢復正常。所以話你之後玩都可以話好慘，你冇美國雙卡玩咧，基本上想揾到一個冇 hack 卡嘅亞洲雙卡可以話好難。如果你揾到嘅話，我可以話係撞彩，甚至你可以話今晚即係個叫。但係話是咩？呢只 game 話唔更新啊嘛～但個個都想話增設呢個檢呢、這個投票踢出外掛呢個機制啊嘛，即係意思好似 BF2 咁樣，對某一個玩家就發出踢除，如果夠票嘅話，佢就
被人踢，佢嘅資料被人踢走。咁誒，我如果講嗰個成效咧，我話即係佢第一隻講合搶啊，第二正版有語言藝術，唔可以矛盾啊嘛。咁對於呢、這個這個成效，我覺得唔好大。雖然你話呢、這個台呢、這個機制咧，可以知道即係、就是、你知道咗邊個外掛之後，跟你個個就贊成喎、哦，哇夠票贊成，跟住踢走外掛喎、哦。但係咁對於基地高手嚟講咧不利，有啲人攞住個坦克，甚至攞住個軍炸機係咁啊，即係撈薯條啦。咁下呢手過百人，甚至十幾個人，跟住冇死過，咁個個咁佢哋就懷疑嗰個人係 hacker， 所以就自動咁樣就要求踢佢走。如果連嗰啲高手踢走埋，反而就係對於佢哋反而唔公平嘅。所以話基本上令個隻 game 變得更加唔好玩，所以話每樣嘢都有佢成效喺度。呢一日新增咗七宗嘅新冠肺炎個案，咩呢個無線嘅資深議員嘅祖天嘅叫咩名？阿譚炳文啊，咁我記得我望過佢個電視劇咧，佢最近佢望嗰電視劇就係咩上個月播出嘅呢個《裸居了戲》啊嘛，佢2014播，咁望都仲係望到佢個樣喺度，梁炳嘅佢個電視劇佢叫做，冇諗過佢會離世嘅。唔係佢今日朝頭早十一點幾離世，睇咗個新聞。